别再带着全家去外面撸串了，今天教你在家做家庭版烤羊肉串和蒜香生蚝。准备羊肉切成大丁，加洋葱姜片、料酒、盐、孜然、胡椒粉，抓匀腌制30分钟，穿在签子上。烤炉底盘加水，调好温度，放上烤盘。羊肉串不用刷油直接烤，烤上7769下，焦香油滋滋，撒上辣椒面和孜然即可开吃，简直太香了。再换个烤盘，放上生蚝，淋上蒜蓉酱，烤到蒜香扑鼻，蒜香生蚝完成。自己在家做烧烤真的太幸福了，简单好吃卫生。抖音。